OK， 这边是烘托匠是 Ricky， 然后我是今天的播报员邱伟，很高兴今天来到全院在无所畏惧举办的第十八届的比赛，第一场比赛的身高差距是有一点惊人呢，差了快30公分，除了比赛跟一整颗头，还有掌声，其他的我们直接很直播。OK， 裁判现在在讲解规则。对。存在的意义这边虽然是190公分哦，但是他的腹肌很漂亮哦。哦。他们身高差了一颗头啊。差整整一颗头，28公分。啊，28公分的。比赛开始。比赛开始。我一上来190公分的。天降巨拳哦，直接把木之内两步捶倒在地上两步，哎呦，被读秒了。我们比赛同一回合被读秒两次就算输，总共3次就判败。现在他是木之内一次啊，读秒一次。哎，这个裁判没有抓，这算是一个滑倒。OK， 比赛继续。我觉得两步这边应该要试着瞄准一下存在意义的头，虽然有一点遥远了。而且打的都是身体，手碰不到他的脸，就是、很难，可能要跳起来打。对对对，可能要下定决心一样，好吧？哎，这是我们天道组的比赛，一回合是50秒，他们刚刚已经火拼了40秒。对，总共是打5回合，节奏非常快。休息，回合休息，中间只有30秒，对，30秒，这是非常快的，就是打了休息，打了休息，对，拉转一下，马上就。开始，那个存在的意义只是简单的把椅子拨开就上来了。哇哇！哎，只是用力过猛啊！木之内两步，这个途径很难打到对方哎、欸。对啊，手太短了，那个身高差距有点太残酷了。连续重击，这应该被读秒了。木之内两步这边还有办法继续吗？可以哦，他被读秒2次，没问题。OK， 我这个假动作连我都骗到了。友善的碰拳，不过身高差距，可能身高差距真的太大了，这个。臂展的部分还是蛮残酷的。比赛结束，裁判把比赛收掉了。OK， 非常精彩，掌声鼓励。OK， 现在来进行宣判。结果宣判。宣判。我们的存在的意义 TKO 获胜。哎，恭喜存在的意义，用惊人的掌声恭喜。硬体素质，哇，赞赞赞！跟身高臂展优势。